什么？喂，给你。啊哈哈哈！很内向，不是？就是想要更进步啊。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。大家来哦。Better off our God over the nations. See the name of Jesus lifted high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. We sing of the honor of His name.是哦，对，是因为太冷吗？对，真的吗？你没听到我的鼻音很重吗？有有有，那昨天有睡好吗？昨天睡很好，是前天，就一点多起来，冷到爆。会因为别人讲什么，然后你自己就跟他讲类似的话，但是你内心不是这样想。例如说话可能要多多思考，自我可能就不能发挥。就是刚刚，最后他们就一起唱歌，然后当然就是有流泪啊，因为觉得很感动，就是真的觉得圣灵就是充满我，然后就想到一堆就是很多就是不开心的事情。好，家庭的事情就觉得真的很，就是觉得很感动，就是有帮助。谢谢。其实我确实觉得这些孩子是可以被要求的。那之前我们在开始这样的营会，其实我们没有想到说，甚至已经预备可能有孩子会退训，因为有可能他们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要求。那可是我觉得从一起头开始，一直截至到目前差不多一年半左右的时间，我都看见他们渐入佳境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孩子是可以被要求，是可以被训练。而且我自己常觉得青少年是一个启蒙属灵启蒙的时期。所以我真的觉得我感受到他们，所以也许课程有一点其实是很紧凑的，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孩子们的专注力，还有他们的了解。另外，我也感觉到他们自己在诗歌敬拜祷告上面，我会觉得说，哎，他们也试着尝试的更多的敞开心，一步一步的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当然领袖不是一天可以说这样，当然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也相信，只要他们愿意，有一天都可以成为神国度的主子。120年开始传福音，经过2000年，哎呀，很长哎，就2000年这么长的时间，你知道教会魔鬼有各样的方法要叫教会消灭，要叫人堕入只是地狱里面，都灭亡，都要信耶稣，要得救。2000年教会一直往前，而且神的国越来越大。如今今天活着的人在地上60多亿人，20多亿是基督徒，跟你一样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教会没有被灭亡，反而一直往前，一直扩张？因为有许多人像你。2000年来，许多人，他们有的很年轻，有的应该更年轻，他把他们生命献给主，他们要服侍神，他们要为主得人，好像得人一样，他们奉献自己，牺牲他们的时间，他们的光阴，他把最好的给主，所以这么多人，他们也认识耶稣像一样，好不好？所以主，像刚师母说，神在天上非常高兴，你看在我们院里面，是一群愿意为他奉献的，祝福你们，好不好？牧师愿意。在你年轻，不是有一天啊，一定，我会比你们都离开这个世上，对不对？一定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当我在这样活的时候，不是有一天离弃。